统一阳光高鲜豆浆。你知道正确的理财可以提升你的生活品质吗？带你来看。和客户盯着电脑做分析，精算每一笔账。他是 CFP 国际认证理财专员，经过240个小时课程、6科考试，这张取得不易的证照，15年来只有近1400人有。而他们最大的不同，就是会帮你做全方位的理财规划。我的愿望是不是只有在国内当志工，我还希望到世界各国。透过他的规划，我觉得我的蓝图已经出现了。印字徽章、亚克力板立牌里还有证书编号和姓名。这张国际理专认证，1972年美国创立，至今已经有26个会员国认识这张证书。因为在高龄化的社会里，财务全方位的规划成为重要的一环。客户在做很多的选择跟决定之前，他会把我们当作第二窗口去咨询。那慢慢的，自在税务跟财务，甚至说他个人的退休规划上来讲，我们会慢慢的有更深层的客户，有更深层的依赖感。配合了总会，特别在10月3号也规划了一系列的世界理财规划日的活动。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，让一般的民众更了解理财规划的重要性，进而来创造美好的生活。要享受生活，就要好好规划。协会也将在10月3号举办论坛活动，让民众可以按自己的脚步走入退休生活。三立新闻蔡明华、林祥泽、梅凯婷台北报道。